在我的左手边，室友可以上我的夏娜。那大家有没有印象？那个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红的艺人瑞德，没有瑞德长得很像，还跟他打个招呼，很像瑞德。对，我们的夏娜哦，对上我们的 Waving 向室友来转平手，转起来，转起来。这次谁先攻？ 这个游戏3年前就在玩了啊，还在玩。哎，我们夏娜先攻嘛，夏娜你要抽签吗？好，来，夏娜抽出来这一支签是什么呢？哦，选择一位评审定生死，没错，请大家选，请选择你要的评审是百川老师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轮我们的小鹿老师以及 欧阳 老师就可以插手旁边看戏就好了。 再度回到原样，但是我们刚先攻的就变成我们的后宫，由室友先攻了。OK， 这就是我想要去拟定的这个先攻后宫的差别。好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 bug 在之类，也可以跟我说。我想要就是努力去改进每一场这样子。OK， 就不用了。对 ，OT 的话就一切回到原样。 OK， 一样，一 round 45秒，一 round 45秒。原本先攻的夏娜变成后攻，先攻的换成 OT round 的室友。OK， DJ 站着兵。 Two, one, two, shut up.
恭喜我们的室友晋级我们的八强赛，谢谢我们的夏娜。